One，大家好，本期给各位带来2023年英铁赛另外一场半决赛，丁俊晖对阵特伦姆普。这是比赛的最后两局，丁俊晖打出了侵略性的进攻，一举拿下特伦姆普，背靠背晋级决赛。Six。Fourteen。黑球打进，丁俊晖完成超分。此时剩余底库附近的两颗以及滚球下方的红球，解决起来就轻松不少。30。38。45 46。54。60 61 63 70。特伦姆普一杆精准中袋上手，这是丁俊晖手握赛点，小特这局势必要拿下。14。15。22 23 26。球堆 K 赛效果可以说非常完美，中袋还可以过渡。又是左侧中袋出现失误，本届一年赛几乎所有球员都在左侧中袋上出现严重翻车，就连中袋王子奥沙利文也未能幸免。虽然分数落后，不过此时局面对丁俊晖来说一片大好，红球队已经散开，所有的彩球都在点位。9
16.